国际台，我也不知道，都有一些国外的观众来。为什么拿散弹又拿大散弹？当你大散弹打到没子弹要装子弹的时候，困扰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拿小散弹补枪了。对啊，原来雅思会说英文，大家都会吧？没，应该没有人不会吧？什么是 ban 啊？就是封锁的意思。嗯 ，Hi， are you a good player？Oh, Free Fire? No, no, no. I just play to fun. Yeah, play for fun. 那个 CHUN 啊，那个如果其他观众看到他虽然懂中文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打中文啊，所以他只能打英文。哎，哇哦，哇哦。有敌人，很近，这里。三发，我差不多可以走了。这边还有两个尸体，是不是？哇，两个哎，四倍镜，鼓包，子弹目前看起来是够。有没有其他东西啊？子弹拿一个好了，子弹再拿一组好了。好，这样子好了。走喽 ，PAK 前进 ，Go。Welcome, Somoboro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I come from Taiwan, so my English is so bad. I just understand Chinese. I don't understand the other languages. Sorry about that.有敌人，楼上，啊，哦。我想说他会跑，所以我已经预备好第二颗要丢另外一个方向了，好吧？三级握把，四倍镜，五包，我把丢掉，补包，我是带什么东西在丢啊？子弹是不是？90发应该够，手榴弹多拿一点好了。是他没有躲，不是我手榴弹很准，是他没有躲。对啊，订阅了哦，谢谢订阅。有 freestyle 吗？对不起，没有。对不起，没有。突然有点卡。有车子。圈是输在右边嘛？先放大哦，敌人。等一下 ，VSS， 哪个方位？大概是这个方向，但我不确定他是在楼上还是楼下。反正是这个方向的敌人会往这边跑而已。看到他了，等一下。
现在最重要的是楼上，因为等下圈是说楼上，所以楼下的敌人会往楼上跑。这方向应该是不会有敌人的，走上去吧。看到车子，有人在那里。我没有进圈。我进圈了，左边有两棵树，有点危险的感觉。我先去左边两棵树好了。楼上应该不会有敌人啊，剩下应该都在楼下了。我们现在比较需要担心是楼下打我们，对吧？我只剩23发的子弹，来不及捡他的武器跟弹药了。我们先归这里，再过去的话会有点危险。剩两只啊，这两只应该都在房子里面。对，据我推测，应该都在房子里面。敌人在里面，好了，现在拼就是看缩圈缩哪里了。如果等一下是缩我这边，那就可以防守；缩他们那边，我就要进攻进去。敌人。看到了，圈说哪里？哇，全是说那个方向啊！狙了，我看一下，那敌人该不会早归好了吧？好，我们归这里啊！看到敌人，看到敌人。嗨，老司机！哎，我看到你，我刚好看到你，老司机，我刚好看到你，吃鸡了。Hello， 老司机，欢迎。老司机要一起玩吗 ？I very like to play Free Fire. It's fun, but I think it's too hard to eat chicken. You need play more. Yeah, you need play more. Yes. 刚进来就吃鸡，可以看记忆碎片吗？好啊，拜拜 ，see you，thank you，see you。好、啊，可以升。哎啊，我还差金币六百多，怪不得他没有提醒我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换杯子？因为这个杯子，你是说这个杯子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杯子是喝水的，如果拿来装一些饮料啊，它容易泛黄。